乐自从闪婚后到现在当了爸爸，整个过程都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阿乐。就从晋升为宠妻狂魔来说，阿乐常会在网上贴出老婆视角和老婆的照片，两人婚后仍有两人世界，也不吝啬表达爱意。让众多女生更羡慕的是，阿乐总会霸气护妻，把老婆放在第一位，这些的种种都让人好羡慕王唐云呐。到现在两人的宝宝出生了，粉丝们也都知道阿乐很爱小孩，但这时候的他也没忘记老婆的存在，还贴文写下谢谢我太太，妈妈真的很伟大，到底这样的老公要去哪里找，大家都快羡慕死了啦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